36号。是他，快！六号，你没事吧？谢谢。他3个月前调入猎人学校，是罗斯的掌上明珠啊。这是个美人啊。今天是生存训练的第4天，按计划他们应当到达106号区域。通知鳄鱼做好接应准备。是。将军，105号区域医疗呼救。立即前往营救。大家先别动，队长，这里地形非常复杂，我看很可能是个圈套。七号，你是不是小心过头了？快！哎，队长，队长，大家别动，快隐蔽！是军官的，把头都给我抬起来！你们倒有点军人的骨气，我想看看你们的长相。你们是韩国人，还是日本人？你才是日本人呢！呸！哎呀！别打！我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是中国人。中国人，
告诉我谁是指挥官。我就是。老实点！老实点！老实点！把他们全都关起来！关起来！关起来！过去！放开我！快过去！你快！赶紧！见你的鬼！快点！放开！下去吧！下去吧！你！走！下去！下去！啊！啊！说说，混蛋，说，轻点，过来，壮不壮？混蛋，是谁？壮，去你的吧！唱成这个，去你的吧！生存训练没饿死，倒叫贩毒分子一锅烩了。要是死在他们手里，该多冤呐！你真的这么想？你看他们打得有多狠！你给我上来。小龙，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和我就是中国。快点，宰过你，老实点，快点。说出来可以免受皮肉之苦，你说不说？你去死吧！不会跟你说，快走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告诉你，谁是指挥官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Fuck you！
你让我领教了中国功夫，你是个真正的军人。 是丽娜的救援飞机来了！隐蔽！隐蔽！怎么回事？快撤！隐蔽！快下去！隐蔽！隐蔽！隐蔽！